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个地球啊，从外太空来照地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经济的一个差异啊，是非常大的。那怎么看得出来呢？主要就是晚上啊，你晚上灯光看到比较强的地方啊，像美国啊这个地方啦，或者是欧洲这个地方啊，是肯定啊，这个是非常光辉耀眼的。可是你知道非洲某些地方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相对是比较看不到那样的一个灯光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有些国家啊，他们会强调说，你富人这个碳税啊，这个可能要多提供一点啊，让这些国家啊免得他们也受到地球暖化的这些影响的时候，它也有一点可以去复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维持的一个社会世界的一个和平啊，环境这个永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看到那个这个晚上的这个车水马龙，然后这样的一个灯光啊，也可以看到好像世界是进步的，那肯定是没有错的。晚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以前晚上那恐怖啊，你出去会碰到是凶杀案的机会蛮多的，因为从哪里一个暗角都有可能有谋杀凶杀这样的一个可能。可是光明带来很多事情啊，可是如果光明带来的是纸醉金迷，那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去反省一些事情啊。晚上灯光五光十色，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病人讲起来，这是我们以前去海外义诊的时候拍的相片，你可以看到这一眼他相对好像眼睛还好一点，这个白内障非常熟的白色的那个情形，这在台湾已经相对看得很少的一个状况。所以白内障的一个症状严重的时候，它有淡淡的一层的黄色，然后颜色感觉不够鲜艳，对比啊鲜艳度啊都是饱和度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暗淡的一个人生啊，可能那更严重一点，他就看不到两边都有严重的白内障的时候，他完全看不到的这个情形啊。好，那我们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晚上白内障的一个病患他看到的一个东西啊，有没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啊？晚上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征，那这样也能提醒我们这个是需要去赶快就医的一个状况啊。因为白内障手术现在在台湾这个都是这个几乎是寻常常规性的一个手术啊，也能得到很好的一个复原的一个情形啊。晚上白天在古代这个白天很重要，晚上相对大家就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嘛。那白天就可以去呈现出各种不同的一个活动，这是表示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是一个社会大家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有人啊这个跳舞啊，这是一个在婚礼的准备迎娶的过程中，那有人在这个地方好像很开心的牵着手。大家这个打着这样的一个鼓，急着这样的一个鼓，然后彼此牵着手，手牵着手，往前走的进行这个是很社会很祥和好的一个政府啊。这是意大利的画家，14世纪的画家叫洛伦泽蒂，他画的那样的一个政府。所以好的政府怎么去呈现安居乐业，确实啊，国泰民安，这个我们都朗朗上口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所以描绘一个政府的一个音乐，或者是说，政府给人家民众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们听底下的这段音乐。好像一开始也蛮有点开朗的感觉，可是又有点压力的转折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普罗高菲夫啊，俄国的作曲家他描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未必说直接讲政府，但是后来这个被禁歌，被禁止。演奏理由是什么？待会跟大家报告。他就是描绘好像这个大家的一个作息啊，约略是这样子啊，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安？就是原来尼古拉二世啊，俄国这个苏联革命的时候，尼古拉二世啊，他本来统治，那就被这个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人把他抓起来，包括他的太太亚历山德拉这个皇后啊，抓起来，不止他
跟他太太全家人全部被囚禁在叶卡捷琳堡，就是被共产党人啊，这个苏联的共产党人把他拘禁在这个，这是后来的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在这里被囚禁，后来也被杀掉，整个家族被杀掉。但是虽然是他们也未必是那么好，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很残酷的方式对待，而且显然是还是有让人家非常痛心的地方啊，所以普罗高菲夫啊，就把这样的一个苏联政权呢、那样的一个状况啊，就去呈现出来，结果就被斯大林禁止掉、整肃啊，会发生的一些情形啊。所以他描绘的情形到底有多激进吗？只是激动，听到那样的一个讯息。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不是很平和啊，有一点点心情的起伏，这也难免啊。可是政治之下，你就不服从啊，那就不行啊。所以他就1948年被一次严重的一个整肃啊。那整肃完以后啊，他要出现在某些场合啊，或者是说某些音乐，那就必须要得到当局的一个认可。所以他就后来写了大提琴与钢琴的奏鸣曲啊，就要符合，但是也要让民众得到那份听到这个乐曲的一个喜欢呢、它变成这样子。钢琴跟大提琴之间，非常优美的，有苏联民歌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也有俏皮面的。这个就不会被禁止啊，所以你看看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要一方面继续创作，一方面又不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演奏出另外一个层次改变的一个风格啊，其实都让人家了解到这确实是一个天才，非常不容易啊。所以那种流畅的一个对话互动啊，有时候生病啊就会有点困难。一个6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是左边的肢体先是从手这个地方开始会抖，然后就变成整个这个跟他的方向正好相反，他是左边，那左边最后左半身也开始有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个障碍，所以被诊断出帕金森氏症，那给他药物治疗，这是第一步的药物治疗，可是他对药物的耐受性啊，接受度耐受性很不好，所以得到效果非常不好，那对他的一个生活影响非常大，所以是神经科的医师啊，会先跟他评估脑里面这些到底多巴胺的情形是怎么样子，黑质的，因为这跟我们的一个动作，我们动作要修饰的，意思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大脑的区块中，我们会把某些比较粗糙的动作修饰成比较精细一点，那这些过程中发生问题啊，所以评估完以后发现他是有问题的，确实可以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动作上造成他生活上非常不方便，行动上很不方便，那透过一个立体定位小的一个手术啊，把那个深部的刺激啊放进去，刺激完以后，这个是还没有开机，他还是一样会抖动的一个状况，然后等他调动那个开机的那个剂量以后，你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不一样啊，所以他的一个肢体的一个僵硬各方面的情形也得到很好的一些改善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要跟医师做很好的讨论，寻找最合适，并不是所有帕金森氏的病人就是要做开刀的意思啊，但是医疗的一个治疗有它的一个多项性啊，白内障晚上看东西的时候会有模糊蝶影跟光晕产生出来，如果有的话，也是要早点看眼科啊。感谢收看。